有关民众拖往自脚客车转弯时移位注意旁边重机车距一事，本所未接获相关报案，如因而发生交通事故，警方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第六款，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道时，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至当局发。凤山分局提醒驾驶人，在转弯变换车道时，除了必须打方向灯之外，同时也要注意后方来车，确定是否有保持去适当距离才可通行，以保障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。